开了吗？好了。你看，这个都一个月了，换了3台电脑了，现在电脑还是有问题。我发货了，现在又告诉我电脑有问题，为什么这一个月之内为什么没有人解决？有问题，有问题。那我发货了，现在。你发。我发货有问题怎么发呀？你想怎么发就怎么发。一个月你也知道一个月，对呀、啊、那如果我不说发货的话，那还一直拖着拖呗，你总得有个解决办法吧。啥时候能发货？你要先发，今天发。那电脑有问题啊？啥问题啊？啊？说好了。东哥。不走。那个客户说他那个机器现在出铜光打不了标，显示的是什么温度过高，是什么原因啊？什么？温度过高。谁的？加拿大法兰克的，泉州的。确定一下，开激光器了吗？激光器开了吗？电源开了吗？啥意思？他一直用了挺长时间了呀。我知道，你确定一下，激光器开着了吗？他肯定开，不是。你每次都质疑，我跟你说了，就是问激光器开着了吗？你叫他确定一下激光器有没有开。你说激光器是不是这里的按钮开了没开吗？哎呀，你开按钮不一定，你看激光器的风扇转不转啊？听一下，你看这样都开了，这不是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你关了就没了。问他激光器开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先确认。如果是开了呢？开了就重启一下就行。如果是没开呢？没开就开啊。我跟东哥交流，之前隔着一座山区呢。哪座呀？我跟你说，激光器没开你就开啊。我以为你不开的。那他就有可能说是开关坏了，或者是激光电源坏了。听一下给我的回答是这个。是啊，我问你的问题就是激光器开了吗？如果他没开，你就查你刚才的问题。我看激光器开没开啊？你听不见风扇这不是转吗？哦，我就问他，你看激光器开了吗？你听见风扇转了吗？对啊，风扇转它就开着呢，风扇不转就没开。如果风扇开着，它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呢，就重启。那重启，对啊，所有电都断了，重启。他都把那个机器搬到空调房里去了。你这与空调关没关系。姓啥？然后如果是没有开，开它就会好吗？啊，对啊，那他怎么开它呢？我想问的是，哎，开电源就开怎么开的啊？啊？那你说，你先等会儿说话，他拍完了。